释小龙披着水银埋登高海 K 科游轮。释小龙和柯有伦怎么爬上了墙？话家常啊，是说上个月释迦班处理意外溺水身亡，小龙年，小龙有劫，你走出阴霾了吗？是，看来日子还是要过啊。苹果昨天在华山文创区直击电影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拍摄，释小龙梳化完，穿起格子衬衫就准备上戏了，而都还没开拍呢，柯有伦就叨叨叨叨叨叨狂 K 打宰小龙，以致彩排时释可忍，释小龙不可忍，小龙碰地就哎呦喂啊，回他一记右勾拳。两人不是才一起骑墙谈心，你可不是怂恿的有伦倒钉钩张佩妮的挖特吧？会吧？我跳一下会怎样了？那你怎么不去跳水泥啊？你他妈水脑啊！你才水肥了，有水便是不是？哎呦，水水，你还好吗？我跳回去呀！苹果娱乐新闻，听见下水的声音，扑通报道。